这样是为了掩饰他、啊、被老唐杀死。对，我没盾啊，被抢走了。哦，不要跟他 rush 好了。就算是间谍要打死他，因为这样是掩护他的一种方式。对，嗯。对，我才皮革装，难怪打他打我都痛。卡卡蹦，卡蹦，谁在卡蹦？巧克力，挖那个、哦，我炸那个，快吧，把箱子炸掉啊！我就是花地狱。无钱呀、啊，有钱我就生啦、啊。说的好像我不生一样。我要死喽！好，好，我们家二楼。哦，要跑掉喽！是我在挖矿。我也在挖矿，多急。被破坏啦！传送门啦、啊。所以巧克力不是团团，应该也不是，所以是二零喽。应该是剩二零，有可能啦、啊。两个打那么认真、嗯，上面这个该怎么解决啊？买箱子吗？还是买啊？要买箱子吧？啊、哇，一件半死啊！买个箱子看能不能叠过去。嗯哼，我们的间谍要做事啊！间谍是谁啊？哇，好穷啊！怎么那么穷啊？哇，他们开始破坏啦！哦，我头上爆炸了！我头上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应该是我的，白的。哦，分啊，这一次。嗯，看看上面有没有写5000分。感觉可以打很久呢。嗯，真的啊，嗯，不用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样他们只会在羞辱我们。我们只好挖自己的鞭尸啊，自己挖门啊，快速结束，玩床战是不是啊？连靠、哦，谁连靠？我跟导导一直点靠啊，在干嘛？他连靠你慢慢砍，这样你会赢啊。不是不是，他是叠，我们在叠高，我们在叠。哦，叠高、哦，我在干嘛？我这一定会摔死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等下叠条路。岩浆块又被破坏了。哦、这里还有。好，觉得我去帮我的这东西用个附魔好了。嗯，旅行中央出现商人。
嗨巧克力离开游戏。嗯嗯，杂货商在这。书柜要15个。这样才10个。你们在有人在我们龙岩块那边哦？巧克力啊。嗯，我塞了一个箱子。就在我旁边。在你旁边。哎呦，点名，点名，大家都在你旁边。嗯，左受伤了，快打。没事，跳楼跳楼，没事没事。三个，差一个。14个。15个，框是有条啊，也好多，没有，挖不到，挖到就一堆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好，这样，然后。谁是间谍？我们的间谍已经，我们间谍已经回去了。啊、嗯，大家都离开游戏又加入游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哇哇哇哇哇！哦，这样，哦。应该是把箱子拿掉了。假设，刀怎么不马上抓、啊？你看，巧克力跟团团这么积极，然后，谁？小雨又是国王，不知道，应该可以直接抓吧？会不会就是让我们少一个力，也少一个力而已啊？那可以叫二，如果少一个力，那就叫二零蛙他们家了。嗯哼，哇，要饿死啦！爆炸宝破，奶球，尖刺，保护。哦，啊，我还在附魔。你现在可以先附一附啊，附完就可以。我要吃的，你有没有？有。嗯，我觉得二零等下应该就回来了吧。嗯，要把他的血还给他。啊，起了头皮了！给二零当间谍很坏耶、欸，我其实那二零不太会说啊。哎呦，哇！天哪、啊！结果他们没有抓到耶、欸。哎、欸？嗯？是故意吗？欸、还是？为什么屏障？哒哒，坚持保护可以。屏障？对啊，我刚往前扔，有个东西挡在我前面，雪球没扔成功。哎、欸，嗯，又传回来了。哎咻！大一下哦。好。
为什么可以？嗯，他们是连续投吗？应该算，刚刚那是算第一天的，是第一天，而、现在投是算第二天的吧？会这样？嗯，我想一下，连抓两个。对啊，我想抓就抓。火焰保护水，这时候故意投错。啊，投错了！哎呀，点错了。强力火焰，怎么都是火焰宝、欸？我是谁是？我。哦，二零回来了。哎，你等来了，我还在他们家哎、欸。对啊，可是你应该会被打爆了。我怕，我怕，我先跑了。我扎死了，吗？我扎死一拳，赶快抢他的东西，然后跑走。抢一抢走了、啊，我要逃跑了，跑快跑快跑！我是炸弹客，老爷，哎、欸，我也是炸弹客、欸，哎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两个炸弹客，假的？这是 bug 吗？因为我是还没有过来之前，我就变成炸弹客，嗯，哇，那就是两颗炸弹客。去炸他们喽！要爆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！我、哦、还在打，我还在打，不要，不要！我、哦、丰收季刚好丰收季，可恶，没有炸弹！哇！巧克力放了一个箱子、欸，我就炸爆了。经验瓶跟那个青金石是不是都变贵啦、啊？有吗？有吗？哦，以前有买这么少吗？以前是五颗绿宝石换一。换十瓶吗？没那么贵吧？对啊，本来就这样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变贵啦、啊？不是啊，有那么贵吗？听起来就很贵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？我发誓没有。是不是变贵啊？嗯，看一下。我不记得我调过啊。我记得以前没这么贵啊。没有啦，错觉啦，真的哦。天才就不是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我记得是没有了，还是我记错了？哇！怎么会刚好发光？被发现了。对啊，我小雨会得到我，骗人。刚好发亮了。对。路上是我们的人，音乐。哦，这是敌人啊，这是我们的人啊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蓝队那边。不是，诶。哦，就换一下好了。火焰保护怎么都是这种呢、啊？火焰保护不用啊。火焰保护，我不要火焰。这里。他们还在用地狱门吗？对。我再买两个箱子好了。对，上次我有当过国王，两分钟，五分钟而已，一下。五分钟的国王。对啊。马上上位，马上下来。不抢，不要出来打团团。我们在哪里？门口，地狱门下面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他，在哪里？我可以没得挖了，他稿子爆了。
可以在你后面哦，搭在这个位置。为什么这楼梯要这样盖啊？我盖的，不好意思，这样上不去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是我没有。对啊，我没盾欸，我也没有。欸，我考虑做个投降。有没有那种东西啊？不需要啊，被自己卡到。